Hello，Hello 的 Joe，天啊，元气会不会太想我了？哎，咦，怎么湿湿的呀？谢谢皮亚的皇冠，谢谢，天啊，元气人太想我，一回来就咕噜咕噜。谢谢 PR 的圣诞卡，谢谢大家，黄纯邀请我进去连麦，好，我先跟黄纯连个麦哈。
纯音，承认吧，你也很为我着迷吧。谢谢明章写圣诞树，圣诞树，圣诞树，笑死！好，我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圣诞的内容。对，谢谢今天的圣诞糕，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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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从什么开始说呢？因为我是觉得，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要说在前头的话，嗯。谢谢细尖的荧光棒，对，就是我有一个要说在前面的话，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因为去年的圣诞，谢谢郑东东的权杖，谢谢谢谢，写真的吗？他全程都在看啊！你看我今天还穿了红橘黄颜色的袜袜，就是他紫色的袜袜，就是带着他了。谢谢小七小学圣诞树，对，他的娃娃，元气现在，对啊，是特地穿的紫色，对，真的吗？这很惊喜吗？我还没有看录播，我还没来得及。谢谢2SDDY的圣诞树，嘘嘘嘘嘘。谢谢，我有个说在前头的话，就是呢，因为我觉得去年的圣诞就是被大家夸到了一定高度，虽然，我并不觉得是非常十全十美的。谢谢景德镇消费者皇冠，谢谢梅菜扣肉肉的皇冠，谢谢，啊，谢谢杰克女王的皇冠，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元庆肯定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吧？谢谢，因为就是说，去年的生日公演，谢谢青桔居里的皇冠，谢谢大家，对，哇，谢谢 EII 的用爱发电，天呐，天，元庆你见过吗？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特效吗？谢谢，用爱发电，谢谢呀，哎，对，我要开口了好久，对，就是说，因为去年的生日公演是就是被大家夸到一定高端，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去年的圣诞也是一个非常十全十美、非常那个的，但是可能去年的生日公演是在一定的环境，还有一定的当时我的处境下，还有前辈的加持下。然后呢，就是会显得非常的，就是被大家非常的喜欢，然后被抬到一定的高度。但是今年可能是说没有去年的，那种话题度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呢，可能并不会是说。也并不会说可能会超越去年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跟去年比较，我觉得这并不会。谢谢听听的皇冠，谢谢。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今年的眼光去看，对，不能说就是跟去年比不行什么什么的这种因为我是觉得每个圣诞都是在不同的境遇和处境下诞生出来的东西，对，所以我真的就是很怕大家会不喜欢，真的。但是今年这个我也是，就是想了很久很久。对，就像我就是写的那样，对，就像是我写的那样。谢谢要缝好伤口没了爱小丑的皇冠，谢谢。对，因为我觉得每一年设计就是要符合每一年的那种想法，这样的。我跳第一个零和游戏，就是像我微博上写的那样，就是因为上次是在那个就是没有观众的时候，对，没有观众的时候跳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学了这首歌还有点点难，我们当时学了很久。然后呢，但是当时就是没有观众，还真的还挺可惜的。所以就想说今年
就是再给大家，如果就是大家就是能在现场的话，会开放观众的话，就是想再跳一次给大家。对，但实则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裤子我必不会再穿，那个裤子勒的我不懂为什么我再不会穿那个，我就整个。哎，你大家评评理，大家评评理，我觉得我的腿应该，我的腿肯定不算粗的吧？但我穿那条裤子，我狠狠的被勒住了。我蹲下的时候，我都感觉它非常的紧绷。对，这个裤子是童装吗？大家评评理，对吧？那评评理，我觉得我的腿应该算细的，但我穿那条裤子给我绷的，我都蹲不下。对，我举报，这肯定是个童装。对，真的是哪里裤子是外面租的衣服。对，对，这种太华丽的肯定是只能租了。对对，裤子真的很厚，因为它是那种的，你们知道吗？穿的那件那两个红的衣服，你知道就就是说在后台，就是说我们两个走的就非常尴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真的很像，因为我们两个都穿红的，又都穿的这么隆重，在后台的时候真的就真的很像我们马上就要步入婚礼的殿堂了，真的就真的就是因为它太红了又太华丽了。我跟你们说，谢谢帝君的奶茶。然后搞得我在后台就是非常尴尬，你知道吧？对。然后呢，本来是借的是上海的那不勒斯黎明的，对，但是姐姐并没有给我借，对，她说她没有看见，然后呢，我就只能临时赶紧去租一个，对。想就能来，对，老什么老师，因为我真的是很容易自己尴尬的一个人，我就是各方面我都会觉得很尴尬。为什么说原来就是这套？对，真的吗？为什么这么点啊？我不知道，我是别扭了。谢谢无锡的圣诞卡。对，然后呢，零和游戏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中间还改动了很多。对，加了非常多，就是，谢谢无锡的圣诞卡和圣诞树，谢谢，就加了一些脸贴脸的动作，让我非常紧张。对，因为我是别扭人，对，因为我是别扭人，所以就是每次就是到那种就是很紧张啊，对。但是我装作我很熟练的样子，我排练的时候我装作我很熟练的样子，就说我说就这样啊什么什么的，我装作我很熟练，但实则每次我都妈妈，对，是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就是会很少就是这么近距离的，对。对，谢谢 Noah Fisher 权杖，谢谢。对，因为我觉得人与人的安全距离是1.2米，超过这个距离我就会有点紧张。好，我现在来看看哈，谢谢元气猫咪爱护基地的生日礼物，谢谢生日帽，谢谢要放伤口没人爱小丑的圣诞卡。对，我们现在来看看吧。是这个吗？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在哪里呀？在这个弹幕版没有啊？是在哪里呀？对，谢谢露迪的圣诞树，谢谢。可能还没更新到，对，我一打开我就降爆。有没有就是那种的嘛？谢谢啾啾的圣诞帽，有没有就是那种？啊，让我看看，很紧张。
对，其实我喜欢看弹幕吧，因为喜欢看当时好。圣诞帽。啊，这个裤子我必不会再穿裤子。没有，他的没有我的那个生日环节。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给大家说说。这里姐姐就是她把那个桌子放的离屏幕近很多，近太多了，有点不好跳。租的那一集有长扣，对，因为它是这种男女版的，对。但我腿看起来还挺长的。真的吗？哎，居然有看到我。我一脚把台子射回来，跳得很，真的吗？但这个舞确实很，就是但这个我一直很喜欢零和游戏。谢谢细间的生日蛋糕，谢谢。但我真的很喜欢零和游戏，我觉得很好听。谢谢月光小甜甜安果。谢谢罐头胶水圣诞卡。是啊，整齐度非常高，因为方琪在信里面他说我是一个对舞台整齐度要求非常高的，对。所以我们也抠了很久的细节。哎，怎么跳了一段呢？怎么跳了一段？啊，怎么跳着来呀？对呀，怎么跳着来呢？录的卡了，磕不了啊，这个一直卡。对。跳看不到，跳太多了吧，我都无法就是完整的看着一个。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的设备。应援会有吗？我看看啊。然后我跟你们说，我就跟你们说，最后的时候，最后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弹幕那也可以，我现在先看一下。看一下哈。诶，没有看哦，看哦，在同一个。看一下。和邓坤那一段，等一下，这一趴等会说，我还没看到这里。对，这一趴等会哈。我每个节目都有很多想说的，对。
而且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对弈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这种那种很好，对。我跟你们说，我当时录这个的时候真的非常尴尬。对，他也跟我说，他说录的时候太中二了，因为哥哥会在听嘛，哥哥会听的。哼，谁要跟你玩游戏啊，我都能啊，我卡了。现在呢大家没卡，我换了五句。对，就是你知道吧，我都能，我就是我能带入哥哥说的，我都能带入就是哥哥听了的感觉，你知道吧。哥哥这边，哼，谁要跟你玩游戏啊？我要是我如果我感觉我要带入哥哥，我就，然后我入手脚趾抓地，对，我真的很怕尴尬，哼。而且我也很怕笑场，我就是。一跟人家就是这么近距离的，我都会笑场，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今天告诉自己，一定不能笑场，一定不能笑场。对，我想这么大的场合千万不能笑场。哦，谢谢呆呆大熊的皇冠，谢谢。对。最后一个细节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哈，我先看看，还是挺细的。他说我小学生，他自己才小学生，王冠他们都是这么摆王冠的，方琴是这样，方琴是这样。铠甲勇士哦，啊，对，最后拍到了耶，就是最后拍到了，就是最后的时候，我不是把他，就是我不是走到他那边了吗？我就把他那边的旗给弹开，然后这样子嘛。你们有看到吗？就是金色那里的旗是方旗的，然后呢，银色那里的旗是我的，然后呢，最后他是把旗递给我，然后我弹开中间的那个王，然后放进去，你知道吧？然后呢，是这个样子，是说，啊，这怎么说啊？这好那个，不是说击倒王这个意思，没有这么凶狠，对，意思是攻破了他的那最大的。就是说攻破了他的内心，就是这种意思，对。哎，这真是很尴尬呀，这个，对，意思是这个，对，对，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也是有设计的，对，这也是有一些设计。谢谢飞球改命随便的夜蝶，谢谢。对，攻破了他最后的那个，他知道。对，最后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本来想他最后能就是只拍那个棋盘的，我想他最后就像一个远景这样啊，远去，不许拉我美丽的裙裙，就最后应该是这样子。一个远景这样拉拉拉拉拉，然后拉到那个棋盘的，对，应该是这样的。弹幕版有了，我去看看哈。对，设备不同，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哪有嘛？哪有啊？严禁用手机对任何影视内容进行形式的摄影摄像录。弹幕版。的哪个？然后呢？没关系，我可以先来讲解，就是这个生日啊，元气一直在咬我。对，我先看音乐会的，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视频，对，然后零和游戏就讲解到这，对，其实那就是说，想给大家知道一些就是可能没有看懂的细节，对。那今年主笔是你多少年啊？31。元气一直在咬我这个。对，然后这个虚构者的背景也是自己做的，这个 VJ， 对，谢谢凉粉加鸡的皇冠。其实就是我看我那个微博的就知道，就是因为一些就是这种言论，然后呢让自己走入一个非常钻牛角尖的一个地步，然后从而带上了一些僵化的面具，对。戴上了一些伪装自己的面具，对。然后呢，灯魂他其实扮演的是另一个我，他其实扮演的算是另一个我。面具戴歪了吗？对，戴到下面去了，他的眼睛露在我的卧蚕上。然后他第一次想要元气宝猫窝，他第一次想要摘掉我的面具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就是觉得他并没有说服我去摘掉这个面具，我还是很那种，然后呢我就把他的手给甩掉了，我说不许。然后呢跳了一段之后，然后他就用他的眼神这样看我，然后他问我可以吗，然后我给他一个点头，我说可以，然后他才把我的面具给摘掉，然后扔掉，对，扔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我最后抬头的坚定的看着抬头，我就是还能用自己本身的样子去面对大家，对，是一个这样的。戴面具都确实看不到，我在盲跳，确实我戴的太吓了，他纯纯是在盲跳哈。但虚构者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歌，对，太开笑了。这面具是自己买的。怎么只能看到面具呀？其实现场的话，就是旁边也都是。啊，好尴尬！这也太尴尬了吧！眼睛这块都是白的，这什么万圣节装扮啊？啊，我以为看不到的。啊，这也太尴尬了一些吧。对，旁边还有那个木偶人，对。而且就是我这个不是找了灯魂嘛，因为我有点觉得就是我这剧情嘛，剧情里面我就觉得他的戏份就是没有别人多，我会觉得有点抱歉，对，所以我想再找他这个。而且灯魂跳这种也非常好的，哦，最后为什么这么凶啊？我想象中应该是笑着面对这个，为什么这么凶？对，
他一直背对，但确实没有办法，对，确实没有办法，确实。再看下一个，哦，我想想啊，我想想这个，对，因为我觉得虚构者对我来说意义特别大，对，虚构者是我第一次拍的这种总选汇报 MV， 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非常大，大家都可能想不到，就是对我来说的意义真的是非常大。然后呢，他表达的一些东西也特别好，其实他二次创作的那种创作率，我感觉是非常高的。他这首歌其实有很多无限的题材在里面，我觉得非常好，对，创作空间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这首歌我想表达的就是，有时候确实是可能会说到，有时候说不在意别人的言语或者不在意别人目光是不可能的，对，虽然总是会在说应该要多多在意，喜欢你的人的目光，但是其实那些很伤人的话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就算是随便瞟了一眼，你可能都会在你的心里面转来转去，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就像我微博说的那样，就是什么来着，不，什么来着，什么不轻易评价，哎，这句话怎么说来着？我现在已经脑袋空空，对，然后我就是这么想，因为我是觉得说，虽然现在是言论自由了，但是。有时候难免会别人如果看到一些不好的确实是会想很多的，对，然后呢，但我也不喜欢，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什么我就在房间说出来挂出来这种的，我倒也不会，对，所以我都只能就是自己修话头。谢谢天使在微笑的糖果，对，消化它。然后呢，就像微博说的，对，总会有人就是会爱着你，喜欢着你，然后愿意，然后想看到你本身真实的样子，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如果说能够看到我这个节目的话，对，然后我们看看下一个。谢谢 Z 头的练的用爱发电，谢谢因为发电，谢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心目弟弟。我跟你们说，心目弟弟，我当时我一听就是谢谢微风窜的平安果，就是我真的就是说，我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遗忘的国度这套公演的，对，我不知道，就是感觉并没有说。都喜欢的样子，但是我本身是很喜欢遗忘的国度，什么新目的地啊 ，Lost in Together， 然后蝶语啊，零和游戏啊，然后还有White 什么东西来着？啊，这个怎么说啊？对，然后其实真的我有很多都喜欢。所以这次就选了新目的地，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好，而且这首歌也非常的欢快，然后也适合就是我们跳，对，而且一开头我是因为一开头它前奏太长了，它本来在换衣服嘛，然后就把它设计成每个人跳一个八拍这样子的，对，衣服也是就是借的，对，像上海借的。因为我一开头这样，我是很想就大家都能有一个出场的感觉。对，就是想有一个大家都隆重出场的感觉。因为不想就是说就是来跳一首歌这样的，对，我也想大家都感觉有个出场。对，是原版，然后也就是其实这首歌其实还挺能够表达一些活力和一些精气神的，我觉着，对，
其实还挺适合我们跳的。别问你。我天，下次还是带，我还是得带麦，我没有带耳返，我感觉有时差，我不应该不带耳返的。这刘海是狗啃的咩？啊，这刘海太丑了，应该要喷两斤发胶了。不觉得这里很酷吗？啊，没切全景，不好，没有切全景。而且我当时跟他们说，就说大家一定要用，就是，对。为什么我感觉我有时差？我一个人，啊，好丑，好丑，这个刘海，好，我有遗憾了，把我丑到了，这个刘海。对，嗯，刘海分叉了，刘海他劈腿了，呵呵，现在还好一点，他感觉他跳的时候他从中间劈开了，气气，对，还行，其实，真的吗？嗯，我的刘海，对，摘面具的时候，但是我知道那个摘面具的时候肯定会被那个一下，真的吗？对，然后新目的地就是我写的那样，就是曾在暗影下挣扎，也因为有光不害怕，对，嗯，是。对，哎，不，我只是就是说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跳了一个《喷的囊括所有三期》哈，然后呢，就是说叫什么来着呢？就是我觉得我怎么理解，就是曾在暗影下挣扎，也因为有光不害怕。就是我能够想象我当时真的很低迷的时候，对。我能想到我当时我很低迷，我在就是在很低迷的情况中在这边挣扎的时候，但是呢现在也并不会说因为一下就是因为一下子就是能够得到一些曝光的机会或者是拿到成绩，我也不会去惧怕或者害怕得到的机会，对，我会非常期待并且去勇敢的面对未来，因为这个因为有光而给我带来的一些，对，然后这种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都说了，我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跳个舞而已。哎，感觉大马尾，嗯，我上次扎过大马尾，对，然后呢，我再想想啊，我在哦，还有剧情，对，是一个连贯的故事，
因为我当时想说怎么把它衔接一下呢，然后就拍了，然后就想了一个剧情。对，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一直其实都有一个公主梦，对，一直都有一种那种那不勒斯黎明的那种梦，你知道吧？所以这次也是完成了我的一个愿望。对，结果这次是，但是感觉身处在那个环境中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啊，去，你知道吧？是王子，但我能够就是，哎，在这个环境内，我就感觉非常的，就有点完成自己的梦想。对。大家都有一个宫廷王子公主梦，对，所以就那个，因为我想说剧情嘛，无非就是学校，但学校我现在又不是很想拍那种学校的剧情，对，但是我就对改过三次，重写过三次。对，我的拍摄场景是一个地方，但是我跟大家说，我当时狠狠地，我确实很贵，但我没想到这么贵。对，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它是按在场有几个人的。但其实我这样其实还挺亏的，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拍完就回去了，最后只剩我和方琦的，其他的其实没拍很多。对，在场的就它是按照在场人数收费的。然后呢，我们有包括摄影哥哥，一共有七个人吧，七个人在场，然后他就是按七到八个人这个摄影组收费的，狠狠的，我就是说一整个，对，砍价了吧，不能砍，因为他那边还有非常多别人就是那种设置或者摄影的在拍，所以是按人头收费的，对，时长不限，哦，时长限就是说，他是七到八个人就要五个小时起租，对，他是两到三个人就是三个小时起租，五到六个人就是四个小时起租，然后对，然后呢，我七到八个人就只能是，五个小时起租了，所以当时其实我们都拍不到五个小时，但不拍完就很亏，然后呢，我就说服方琦必须留下，说服方琦必须留下，给我耗完这五个小时。对，拍了多久？拍了可能四个多吧。对，谢谢库洛洛的奶茶，因为他们都要回去排练，你知道。而且我跟你说，罗可嘉这个人，我当时就说罗可嘉，要不要留下来嘛？谢谢疯狂浴室的荧光棒，你知道吧？我就跟罗克家，然后罗克家，我不，我要回去排练。我上次说，我这个月可是要全勤，就这种啊，给我当时气的。谢谢那我必须的平安果，谢谢金牛的麋鹿胸针。对，而且他当时拿手机，就整个人都是我不，我要回去，我这个月要全勤。对，全勤不得，这全勤要看这个月大家扣的钱多少。对，对，是吧？这个罗克家，哎，这个你还别说，这个剧情真的是除了罗克家以外，其他都是本色哦，就是罗克家，他就是本色出演。谢谢一直存的皇冠，谢谢。就整个剧情里面，我跟你们说，就是黄楚云还有罗克家。还有胡冰冰这三个人应该是本色出演，对，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的设定啊，我们的设定就是呢，那个方琦是那种不谙世事的公主这种的，你知道吧？她当时她就啊，哦哦，看到我杂乱的桌面了。看到一些杂乱桌面。对，然后呢，他当时是什么来着呢？
方琦应该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但她当时演的就很浮夸。她说，需要我演一个像迪士尼里面的公主吗？然后呢，当你们有看到她的那个吗？她在第三幕的时候，她就真的吗？就这种的，当时我就说你可以浮夸一点，反正你是公主。对，然后她当时就，真的吗？可以吗？就这种，你们知道吗？对，其实拍了两版，一版是正常版，还有一版就是这种。然后没想到，然后我跟哥哥说一定要用他的浮夸版。对，然后结果大家都很正常，只有他。我一边拍，我说你这不是不谙世事公主，你这是智障啊！对，笑死！大家去看那个第三幕哈。就真的，他就是在里面这种。然后呢，就是本来这个剧情里面是有梁婉玲的，但梁婉玲那就不是是要跟姚否去玩嘛，哼。然后呢，然后就只能用他的表情包代替，然后让他录了音给我。对，梁婉玲的微笑真是没有人，是吧？当时我真的是逛遍他的整个超话，找全了他的所有的微笑表情包。这些也是我，不，这些是哥哥剪的。对，我要是剪的话，那我这个星期，哦吼，完蛋。对，开头的声音是杨若溪的。对，都不看我微博，都不看我微博。对，我就是想，就是能够发挥大家的特长。能够展现大家的特长，对，因为我知道杨若溪她是学播音的，对，然后呢，就让她帮我配了一个，是吧？梁婉玲的，而且梁婉玲在后台骂了我一整个下午，她说不要用那张黑黑黑黑的，然后呢，我说已经编辑好了，我都交上控台了，然后她就一直给我骂我说，不要用我那张黑黑黑黑的，我还有很多漂亮的表情包，就是那个她在巴巴的那个这样。这样拉双马尾这样子出来的那个图，他说为什么不用那个啊？闹街闹闹邀请我进行连麦，但是我现在可能不行，我先连了吧。我先连了哈。
耶、yeah.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哎，我们刚刚说到什么来着？我说到每个人的角色，对，大家快回来。然后呢？哦，梁婉玲啊，哦，梁婉玲，她本来她其实她本来的角色是一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公主的恶毒姐姐，恶毒公主。她其实她和，但她其实和，在我的分析里面，她其实跟连麦的时候，因为我跟闹天天见，对。对，就是他其实跟卢可嘉的形象其实会有一点点重合。对，西西哭了，为什么？Why？对，卢可嘉进确实就是卢可嘉，他就是稍微有点不够那么阴阳。对，梁婉玲才是真阴阳。对，卢可嘉功力还是不够。嗯，我觉得，但已经还行。上次圣诞他都不好，他都这么卷了，他已经很好了。哎，他确实是，就是他其实对自己要求非常高。嗯，啊，那我好难过呢。他太阴阳怪气，他我觉得他还不够。对，梁婉玲她是那种，她是笑着，然后那种阴阳的。对，对自己生蛋的打分，我自己的打分会影响大家对我的评分吗？我觉得我对我生蛋，比如说我这次生蛋的创意来说，我觉得可能就70吧，但是我对我生蛋的完成度是90，对。可能这个创意可能并不是说非常那种，我觉得只能打个70，但是呢，完成度就是熟练度的话，我觉得应该能打个90，对，大概是我这样的，然后呢，我再想想哈，然后我再，然后，然后，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卢可嘉他有一句台词，他是这可配不上我们公主嘛，然后呢？你知道他当时他第一版说是这可配不上我们公主，然后我说不行，你要像梁婉玲一样那种，这可配不上我们公主，就这种的，对，这种才是合格演技。然后当时卢可嘉就一直搁那，这可配不上我们公主，那个头摇的像一个那种。像那种拨浪鼓一样摇，头摇的像那个头摇娃娃一样，这可配不上我们公主。对，然后呢，然后黄楚莹就是那种公主的，乖巧贤惠的姐姐，对，这个很符合黄楚莹的人设，对。我其实也是按照就是每个人的那种，闺蜜其实说闺蜜也行，说姐姐也可以。哦，说闺蜜吧，毕竟黄楚英还比方琪小呢。对，说闺蜜吧。然后呢，然后她就是那种非常知书达理的那种非常的那种的。对对，就是那种，就大家看那个也看得出来吧，黄楚英就是那种的。对，公主哦，她不是吧？阴阳怪气久了，我都回不来了。公主觉得呢，就这种的。对，我当时还给他们导戏，对。天使和恶魔确实有这种，对，我当时我真的是我是武大导演，对，我当时给他们导戏，我说卢可嘉你要阴阳一点，然后呢黄楚莹就公主您公主你觉得呢？就这种的，就这种比较，就是这种意思的，对，然后呢，然后谁来着？然后伏兵，对。伏兵是比较，有点点难易的角色，对，毕竟伏兵可能是，可能，所以他就是一个有点像总管这种的，确实有点像总管这种的，对。然后呢，他当时说，长得还有点像小狗，这是他自己发挥，我觉得非常好，非常符合他的人设。对，东方其实也是，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对，
句句是梗啊！我真的想了这个想很久，但是哥哥说你这个剧情还需你写剧本的功力还需要增，还需要加强。确实，谢谢雨花实验的玫瑰花。对，你看我就是我写的那是什么？现在中泰国颁布新条令，就是说现在的大环境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说嬉皮啊，对，就是这种。就是有加一些这种的，对。不过其实还是包含着很多的，对，确实，嗯，因为我本来想说我是要完全就是单独，就是节目都独立出来嘛，我是想说节目都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单独的节目。中间加那种就是那种比较好看唯美的那些 PV 吗这种的，但我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就是说，就是我的圣诞都是要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要不这次拍剧情吧，对，然后把这个发给歌手，歌说确定吗确定吗，我当时啊，九公主笑死，对。嗯，我就想说能够串起来，之后还会有唯美 PV 吗？星座应该是这样的，对，星座可是拍不起了，拍不起这种剧情了。谢谢那么飞雪平安过，对，我再也无法花2000了。对，那天付钱的时候付的我心里流血，对，5个小时没有拍其他的，你。嗯，卡了。你觉得5个小时对于拍这个来说很长吗？其实也不长。对，因为说一句话可能还要好几个机，就是那种取最好的那种角度，5个小时都不长。对，对，最后那首歌自己剪的嘛，自己剪的，说音乐嘛，音乐是拜托哥哥剪的，我本来想自己剪，但中间有一个变调的我剪不来，心动那种都想变，就是就跟现在一样10分钟3首歌这样的，对，好几个机位没有，就是试了好多个角度这样的。台词要提前背吗？不用提前背，因为他台词就是说很简单很简单，就是你在你们县担任什么角色啊，我县长啊，就这种的，对，就是其实台词都挺简单的，没有那种很沉长的词。嗯，会拍会发 B 站的，为什么单人表演时间这么短？因为拉票会是15分钟，拉票比较长，会发 B 站。对，他这个 PV 谁 NG 最多啊？我觉得应该一个是我，然后其实我方琦还有卢可嘉都挺多的，比较多的吧，因为卢可嘉 NG 是 N 在他不够阴阳怪气，然后呢我 NG 是 N 在我笑场了，然后呢方琦 NG 是他看到我笑场他笑场了，就这种的，因为我就看到他们对戏我就很想笑很想笑，然后方琦每次这样看过来，然后我就搁那就这样了，就笑了，对。然后呢他不是有一个跟我的对话那个戏嘛，然后我们俩都互相就是没有看对方，你知道吗，互相没有这样看对方，我们都是互相就是把这个事情这样移开，两个人都是看穿透对方的那边旁边的那个位置说的，不然完全对不上那个，就很想笑，对。对呀、啊，因为这个台词其实还挺中二的，对，这个台词其实还挺中二，就有点尴尬。对，就是你，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你今年笔试多少名啊？就这种了，我确实真的会很想笑。就是当时拍摄的环境很中二，对，就真的很难不笑，真的，嗯。确实，对，我真的很害怕尴尬。然后呢 ，fan letter
对，就是之前，叫什么来着？就是之前总选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想把这首歌带给大家。然后这首歌也是自己拍的，对，看到我是那个镜头一直在抖了吧？我和还有一些是西西帮我拍的，对，手那个抖啊。对，下次如果再拍，我就要用稳定器，我就要买一个稳定器，我的手太抖了。对，然后还有一些日常是西西帮我拍的，还有黄春莹也帮我拍了，对，写信啊那里的，拍的时候就很社死，拍的时候还好，就有点像拍那种日常 vlog 的那种感觉。对，这个倒还好，倒真没有那种我们拍那个，而且我跟你们说嘛，我们不是拍那个剧情嘛，然后呢，你知道旁边还有很多设置，就是拍别的，拍淘宝啊那些，拍这些别的那种。那种的那些人在拍，你知道吗？还有外国的那些人，你知道吧？然后就很多人在拍，然后我们说那个的时候，然后旁边那就是那个就是有外国人嘛，他就这样看的时候，他就不明白我们在干什么，就这样。然后我就啊，救命！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别墅的管家在看着，你知道吧？就是有这种就是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的人，你知道吧？就感觉我们在拍那种抖音尬剧那种的，对，过来围观了吗？没有围观，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围观，他们就在远远这样看着。对，声音这么好，确实，因为他那边是一个比较最，就是在这附近比较著名的，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这种摄影的基地。对，真的是很尴尬呀，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摄就是那种就是那个管家嘛，管家他就是有在旁边看到，还问我们你们是拍什么的？对我们我，但是我们跟他们说的是，我们拍的是那种学校的汇报作业的小视频这种的汇报作业。对，然后呢，他就抱着那种汇报，抱着那种看汇报作业的那种眼神看着我们，又带着一丝疑惑。我就，然后呢，卢可嘉还在那边，这可配不上我们公主。谁懂？我当时已经脚趾抓地，我当时脚趾起码抠出了比这个别墅还要大的一间房了。说实话，是的。谁懂？是的，这真的是狠狠的血本。对，因为我确实这个月确实就是说已经山穷水尽了。对，真的是抠出一个大坑。对。下次单的是，真的是钱包空空。下次不会了，下次必定找一个就是按小时收费的。对，太绝了！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生蛋都太绝了，大家的生蛋都人均几个 PV 这种的，我都狠狠卷了。对，下个月生日估计有应援会视频。其实也还不用，对，去之前没有问一下嘛，我问了，但就是说我心里面是有个数的，但是最后付给他2000的时候，我还是心里面非常震惊。对，黄楚云上次，但是那个场景不是我这次要拍的主题，贷款上班，笑死，对。超了，我心里有点超了，对。然后还买了别的那些道具，什么面具啊，然后小小人儿啊这种的，这种各种。对，没有续集，没有续集，只是下次我肯定也会去拍新的 PV 啊。对，我肯定也会被卷进来，对，我也还会去拍新的 PV 的。虽然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因为我的生蛋的这个早就已经提交上去报批了，然后呢，就是我新做的生蛋也早就已经决定了，对，确实是出新版小飞了，
对，这个对，这个别墅专门用来那个的，用音乐会视频，乐队，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还能，还能那个，对，上次圣诞没有，上次圣诞很穷的，上次圣诞好像没有那么多感觉，嗯，星座是斯巴老哥吗？是的，对我感觉还挺好抠的。而且也不是常表演的那些歌，又是经过我一轮筛选完的。对，星座是改过，是这样。嗯，对，上次在剧场拍的，确实能看出上次的经费非常不足了。对，也不是全部 solo， 我还没想好，就 solo 这个我倒还没想好。对，嗯，哇，1:12了。嗯，是的，因为我想是个人生，但你就是得整点啥出来，对。然后呢，星座就想回归初心，这是剧情的结局是什么？剧情的结局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你看我最后的新目的地，对，新目的地就是预设是 happy ending， 就是意思就是说质疑我的什么的，然后呢？看了我的虚构者之后都可以最后可以跟我一起跳舞这种的，对，一起奔向新目的地，就是是一个 happy ending。 对，嗯，是的，我听啊，元气现在狠狠的又在狠狠的玩，然后明天就可以，谢谢逆行红莲的圣诞树，谢谢。对，然后明天四班我不在哟，对，因为我等会还要我去收拾东西。对，没有想到吧？新目的地这首歌你不行呀。对，因为还有一堆东西要收拾，就是我租的衣服明天要寄回去，不然就又要那个了。明晚要上的，对，我也感觉会通宵，我也感觉。然后还有别的东西要传，对，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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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摊了一堆灿烂后的灰烬，对，是的，好的，还要洗，还要洗澡，还要卸妆，对，好啦，大家我。那我就先结束了，谢谢 EI 的荧光棒。对，希望这次也是，就是和我说的那样，就是不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对，嗯，希望大家都看得开心。对，就是说我其实也是怕大家不喜欢，所以就心里会有负担来着。嗯。但现在是觉得说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嗯，好了，谢谢大家。然后呢，那个信大家肯定也拿到啦，对，字还写的不错吧？对，好了，拜拜大家，拜拜。今天姐姐还说，天啊！现在已经这么卷了吗？手写300封信吗？现在已经这么卷的吗？这种我说也不是说300封信不一样的，这我可能要写一年去结束。然后我说是写一张然后复印的，对。然后姐姐说天啊，吓死我，还以为你手写300封不一样的信。他说卷死了。我说咋可能，我是写到猴年马月去，这次包扎的好精美，精美吗？但是我是因为自己贴纸没有了，我就是买的草莓熊的，嗯，对，好了，拜拜，谢谢大家送的礼物，也谢谢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表演，对，然后我今天到自己说话的时候还哭了，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忍不住，我就很想哭，对。
对，感觉有种那种放下心了的感觉。对，谢谢谭爵的圣诞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喜欢我。对，谢谢谢谢谢谢，对，对对对，谢谢，谢谢索然无味的皇冠，谢谢谢谢谢谢，对，就是像也像今天说的那样，就是，哎，其实要说些，其实今天三次发言都说完了，对，就大家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谢谢西的棒棒哒，对，希望我们可以彼此陪伴，互相珍惜，对。嗯，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等一下等一下，我忽然想到，哦，我忽然想到，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要说的，等一下，我忽然想说，就是说方琪就是今天练习的时候，就是说我给，就是我会对他发脾气，对，这个我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说，因为你知道吧，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他经常会跟，就像我说这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会和奶黄楚茵，然后还会和猪猪，就是那种走得非常的自然且亲密，对，然后呢，我就会感觉他们好亲密啊，我就感觉很那种，对，然后我就会很那种，嗯，我心里面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嗯，所以有时候，然后他再回来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会有点点凶，对。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那种感觉，那种善人行必有一个那种单出来的那种感觉，对，很不喜欢，对，嗯，但是我上次就给他发了，对，全在讲这个，他干嘛？是不是？对，嗯，对，我上次已经跟他说了，琪琪和菲菲会一直好好相处下去的。对，也希望大家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心我们的状态。对，其实我们的状态一直很正常。对，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担心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一会儿不合作，然后就逼了，然后呢，合作一下就复婚了，这种的，对。我主要是我就是很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就是不要那种，对，有时候没有太多接触时，可能当时会有一些当时特定的情况，但并不是说真的就是毕业了这种的，对，我一般不会跟别人吵到这种程度的，除非特例，对，我一般不会跟别人吵到这种程度，对，嗯。对，谢谢大家的理解，谢谢大家理解，对，嘘，那大家晚安哟，晚安，拜拜。